走吧。这么巧，刚讲完徐勇那个家伙，就看他牵女朋友走过来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徐勇他女朋友 Cindy 啊，长得实在是蛮漂亮的。这个没肩膀的家伙，见一个爱一个。我说别说了，你可以就这样放过他，我不行。心凌，哥，跟你讲话女孩子是谁啊？雷坤怎么也在？你们认识吗？我叫陈慧琳，是陈龙辉的大女儿。旁边那个是他的妹妹陈仙女，陈龙辉的女儿。那你们是不是？不要问他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什么已经过去了？你没有看到女孩子脸上写着"我好在意你，在意你的要死"？徐月红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狐狸精！你没事干嘛勾引别人男朋友啊？喂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这个负心的家伙，我姐姐为了你被父亲责骂，甚至被关在家里，现在连出门都要被人家监视，结果你呢，劈腿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姐姐吗？这位小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好了，别说了，解释再多也是多余的，走吧。许月红。多余的，我现在连给你机会解释，你都不想解释了，真气死我了！你干什么啊你？哥，你都不解释吗？他们这样误会你。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 ，OK？ 走吧。走，走了。回来吃，阿静啊，来饮茶。无法度，无法度，无法度。哈，人即卖用迄 A P P 啊，啊来来来迄啊，讲若用迄来敲电话拢免钱的啦。啊，我想要用，啊，我下载袂晓啦，甲我用一下。嘿，阿静，还是讲你当时去要借手机啊？哎呦，我最近交到一挂朋友呢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手机来联络，唔知会方便。用少年啊呢，你这款心情我会当了解啦。啊，是讲这间厝这大间，啊，今仔你含大哥两个人住吼，恁两个敢袂感觉足稀微的？是啊，啊嘛无法度，已经惯习啊啦。讲的嘛是有影啦，即几工吼，我拢无看到什么朋友来恁厝的惊呾呢。啊，敢讲你含大哥两个拢无结婚嘛无囡仔？对吼。你无讲，我才无想到吼。有影呢，阮大兄一定是为了我，啊，才会拢无结婚。哎呦，安尼实在足甘心的啦。啊，你嘞？啊，这就干那阮两个尔，我应该嘛是无结婚啦。嗯。啊，就是干那你含大哥两个哦，真正足稀微的，身体哦都爱足保重的哦。但像你前两天啊，你出去外口奋斗。你真正足危险的呢！
是啦，这老毛病啊啦，这个镜头已经十多年啊，阿妈检查未出来，就是因为安尼，阮阿兄吼，这拢无爱我家己一个出去行。啊，人亲像我就只爱出去外口洗洗捞捞呀，我就是一天无出去哦，我就冻袂掉。时间差不多啦，我好里面穿长袖的。好，你无闲。好好好，我里面来得快。哎，苏巧。喂。喂，金凤阿姨吗？我是苏巧啦。苏巧，好巧哦。我都要敲电话，让你跟你开讲一下呢。真的、啊，我想要问你啦，前几天我做遐个料理，恁男朋友敢有喜欢吃？有合口味无？阿姨，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哎，我男朋友他很喜欢你做的菜，所以我又来市场买了一些什么鱼呀、肉啊什么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来帮我忙啊！啊，我知，安尼我知你的意思啊，一通电话，服务就来，安尼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待会儿见哦。嗯，好，阿姨拜拜。哇，啊你不干呢？这道是要泡到你呢？没有啦，阿姨，这些菜都是我男朋友喜欢吃的，我想你教我做菜。无食遐济啦，恁两个人尔呢，高丽菜都两粒啊，吼，搁一堆的物件，吼。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啊在这个食谱上面有看到鱼，我想要做豆酥鳕鱼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呦，恁来上高水啦！啊，恁要做豆酥鳕鱼，你故意讲要做布拉鱼三吃。布拉鱼，布拉鱼不是那个很小的那个鱼吗？啊，你就搁知咯。鳕鱼是大尾啦，爱切细的，唔再规片，来做豆酥鳕鱼。啊，你这都啊，这款的吼，进前咱有做迄个煎的，啊，无咱规起来做一个豆瓣鱼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豆瓣鱼好。迄咸咸吼，较落饭啦吼。啊，这有虾吧吼，虾吧，你佫有蒜头、辣椒、姜拢有啊。安尼吼，嘛会使做迄个鸡鸭吧，啊嘛会使做一个啊迄个红烧狮子头。哦，红烧狮子头好了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男朋友他很喜欢你做的菜，每次啊他都吃得好开心哦。不要，我听你讲，我嘛就欢喜，有面子呢。可是看他吃得那么开心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些都不是我做的。那要紧呐，好食就好啊，向佐拢嘛同款。哎，伊是律师呢。伊唔是侦探社呢，伊也袂来查讲谁做呀，对不？来来，阿妈袂使干那我做啊，你嘛爱学啊，无永远嘛袂晓，对不？嗯。啊，较等下恁男朋友若转来，咱无赶紧的吼，是会漏开哦。我跟你讲，好啊，哎，先洗手。你回来了。去法务部找叶检察官还好吧？他怎么说？叶检察官哦，他人蛮好的啊，而且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对陈龙辉这个案子很认真。不过什么？就是好像上面有给他一点压力，希望他不要继续再查这个案子了。可是他有跟我说，只要我们手中握有那个龙辉集团不利的证据的话，他绝对会挺我们到底，所以要我们放手的去做。那就好了，总算遇到一个有肩膀的检察官了。只是他还特别提醒我，他说陈龙辉这个人，他手上有很多的人脉跟资料，所以得罪这样的狠角色，后果可能会不太好，要我们自己小心一点。嗯，那倒是真的。喂，苏巧啊，文良，我是要提醒你，今天不要忘记回来吃我做的菜哦。是，你已经交代我的事，我怎么敢忘记啊？我等下整理好就回去了哦，拜拜。好，那待会见，拜拜。干嘛？女朋友又打电话给你，叫你回去吃饭了？对啊，她就是打电话给我，就怕我忘记。真羡慕你们哎。看来今天中午我又要一个人吃便当。
讲电话讲到欢喜干呢，谈恋爱真好哈。是讲你这男朋友嘛是足好的啦，做律师那么忙，都搁半时间跟你吃饭，将来一定是一个好老公。虽然他有时候工作很忙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，不过他真的对我很温柔，而且对我真的很好哎。唉，只不过像他这样的男人很危险。嗯，啊，你讲话蛮咧矛盾，啊，都好男人啊，没哪危险。阿姨，你不知道吗？好男人很抢手哎，像上一次，他就差点被他们公司那个什么叫小英的那个律师抢走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吵架。嗯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再盯着他。唔通哦，唔通盯紧一点哦。你唔捌听人讲哦，好男人呐不用管，啊那坏男人也轮不到你管。管查甫人哦，我听讲敢那放风吹哩。迄风吹袂使无白梢啊，啊无白毋知要飞到倒去，啊若白伤短，我飞袂悬啊咧，所以哦，拄拄好就好啦。哦，不打不成器，这叫做抛肉啦。啊，嘛有人讲打抛吼，在抛肉的时候，哎力道拄拄好吼，啊加拍几下啊，安尼吧才会 Q 啦。啊，普通时吼，心情若歹时阵，讲话甲红腮毋通歹声扫。你就归去哦，用拍这毒枭安尼，我就生气，就生气。来来来，我来学，我来学，我要学这个。你莫打来出去嘞。是这样吗？嗯，会使搁较大了一点吗？阿姨，我觉得啊，你刚刚在抛肉的那个表情，好像我妈哦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头又痛了？脑震头啦。别烦恼，我几天以后吃一个就好啊。我几天以后连阮家无炸出来啦。阿姨，没关系，我去那个巷口的药局帮你买药。那我现在先扶你去客厅坐坐。你别搞我扶啦，你手跟我赶快接触的。哦，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小心。啊，太水哦。哦，那个老镜头，哇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哦，啊，阿姨，你先躺着，躺着休息，然后我去帮你买药，哈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我家？太水啦，我叫做金红啊。我知道你是那天被苏小送去医院的那位阿姨。是啊，你是伊的男朋友哦。是啊，我叫文良。文良哦，你叫做文良哦。阿姨，我姓张，叫张文良。哦，做引导的呢。阿姨，你先坐着一下，我倒杯水给你喝，好不好？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叫文良。苏巧真是足好命呀，啊，男朋友遐尼体贴啦，足幸福的哦。阿姨，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，有看到你在病床上休息，所以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，不好意思。我唔叫我拍摄，啊头一遍来恁家，啊甲你倒放喺沙发，拍摄啦吼。不会，阿姨，你先喝水嘛，好吧？多谢多谢。啊，文良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文良。我想请他教我做饭。哦，你那天不是说我做饭很好吃吗？其实，哎呀，阿姨不要看了啦，其实都是阿姨做。难怪啊，
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你的菜怎么变那么好吃？原来是有高手指点。太谢啦！我是想讲，苏巧讲你爱食伊煮的菜，安尼就规心汤讲是我煮的啊，不是跳康甲你骗的啦，你莫怪伊。不会啦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你有这份心意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阿姨，没想到你做的菜这么好吃，有妈妈的味道哎。真的哦，哎呦，你今天讲这句话吼，我感觉中大奖嘞，我就欢喜的。还是讲，敢无跟你带到阵？我妈妈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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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